要怎么切？好的，好好的。好香的。今天我们三个人要一起体验台湾农村特有的活动，叫空窑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 Duncan， 来自美国。こんにちは，我是 Yusuke， 日本人。大家好，我是自芬兰来的 Henry。我们今天来这里做这个空窑的活动，我觉得一定非常有趣的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要做，先把洞挖好。加油！你也加油，我们三个要加油。好。有鸡肉、地瓜跟玉米，对。台湾农民以前会在农地收割完稻米之后，利用空下来的农地，全家一起到田地用土堆制作一个窑来焖烧食材。到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休闲的活动，就像焖烧锅的原理，先把土块烤热了之后，再把食物丢进去，接着把土堆推倒，盖住食材。空窑的土块会挑选比较硬的土块，比较不容易倒塌。蔬菜要先包铝箔纸，包好之后，再包一层泥土，预防烤焦。对，把窑盖住之后。台湾农民很聪明的，上面放在一个干稻槽，为什么呢？如果干稻槽是枯干了，它代表里面的食物差不多好了，或者外面的人会闻到香味，这样可以知道里面的东西都焖熟好了。对，我们也已经很饿，也蛮累，所以快要吃饭了，看着出来吧。À jouer trop souvent, à ton doux chevet, le jeu des amants. Lise, oh ma Lise, on s'enlise à s'aimer trop longtemps. Lise, oh ma Lise, souris donc.我不会切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好吃的。